吃货与吃货之间的较量开始啦！吃意大利面比赛，看看你们谁能最快吃完吧。It's race time. It's time for the spaghetti race. We've got Ollie and Toby. We've got the 11-year-old and the mini. Toby's trolling. All right, three. No. Nearly worked. Let's try that again, Mom. Look at Toby, how good he is. I'll put a little bit more on this one. Come on, don't worry about it. Okay. Come on. You guys just walk away. Okay. All right. 3, 2, 1. Eat. Come eat. Good boy. 宠物除了贪吃还很粘人，比如下面这只大猫。粘起人来可真是不一般啊，当然一般人也不敢让它粘。大哥，你都是传说中的森林之王吗？这只大黑豹简直不要太吓人，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让它这样喜欢你的，完全活脱脱的一个粘人的小妖精一样，还各种娇羞状。大哥，水土不服就服你呀。好了，最后还是一只汪，不过不同的是这只汪估计就要修炼成精了。凶，你整天的凶啊，你整天的凶，我跟你说金毛，你不用整天凶啊，你整天凶妹妹还叫嘴，我告诉你，你再凶我就拿棍子揍你了啊，我就拿棍子揍你，我告诉你啊，一个不服两个不服的，你干什么你？你给我拿这个走。你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啊？你拿什么吃？咱不吃啊。你也吃吧。咱不吃啊，这么吃你啊，肥肥不吃，这不吃啊，啊就听你妈话都不吃啊，草莓不吃我也全都该吃了吧，不吃咱还不吃啊，哎，不吃一会儿妈妈给个大肉肉哈，真不吃吗，真不吃啊，啊阿星把我心咬坏了，鞋给我拿过来一点。谁个高给谁鞋，我个高给我吧，给个矮的，谁个矮给谁鞋，我最矮，给个高的，谁个高给谁，我个高，你俩是把扫帚又咬了，他我检举揭发，你拿过去给艾菲看看去，拿过去给看看咬的，好，放到面前给他，你说你看看咬的。